好，我是默默。最近大家都发现我瘦了很多，没错，我瘦了20公斤。除了运动跟控制饮食之外，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平日的饮食好帮手，就是这两件珀蕾丝的一件是塑身衣。平日的话，我都穿这个没有排扣的曲线的魔手，正式场合我就会穿这个有排扣的收肉机。好，那就来看看我平常都怎么穿搭吧。正式的场合我就会穿这件收肉机，因为是中塑产品，它中间有这个排扣设计，如果接下来变得更瘦，我就可以再把它扣进去，然后衣长有到大腿一些些，连身洋装选这件就对了，全身赘肉收割机就是它。平常外出整天的时候，我会选轻塑产品曲线的魔手。你看这件交叉固定我们腰上的脂肪，加上有裤底设计，可以直接内裤加塑身衣一件搞定，搭配宽肩带帮助舒缓肩膀压力，穿整天也很舒适。虽然说是轻塑，但身形差很大，小腹收进去，胸型也被托起来了。